据说扑克牌不仅可以用来斗地主，关键时候还能当作杀人利器。在电影《澳门风云》中，发哥就给我们露了一手。只见他仙女散花般的扔出一堆纸牌，张张命中敌人的要害。那么质量仅为 1.7 克的纸牌真的能够杀人吗？亚当认为只要纸牌的速度够快，并且掌握好旋转角度，就能达到致命的效果。说罢就表演了自己苦练10年的绝活。虽然纸牌总是精准的命中目标，但是飞行的时速只有40公里。杰米认为这种速度对人体无法构成威胁，所以纸牌杀人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。下面亚当请来了他的师傅卡牌大师崔斯特。崔斯特表示他可以把一张纸牌扔到60米以外，并且可以在单点和连发模式中来回切换。射穿报纸、打断香烟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。并且在高速摄像机的记录下，崔斯特扔牌的速度达到了时速144公里。但无论亚当怎么问，崔斯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纸牌伤人的信息。于是两人决定各自打造一台高速射牌机器。亚当先是切断了假人的手指，然后设计了一个电子机械手臂，想要以甩动的方式来发射纸牌。可这个看似复杂的装置却中看不中用，纸牌甚至都无法飞出一米。再来看看杰米设计的装置，他用马达将两个胶轮反向旋转，纸牌从中间通过就能获得巨大的加速度。但在接下来的测试中，胶轮承受不住如此高的转速，直接崩碎了，并且还伤到了亚当。于是杰米用金属钢轮升级了装置，这次整体上的转速会更快。亚当拿来了长镊子，把纸牌送进转轮中间，纸牌嗖的一下窜了出去，并且一半的面积嵌入了靶子中。这次的飞行速度高达240公里，那这个速度又能否使人受到致命伤害呢？